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尼。今天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全新的神奇女侠皮肤，并且这周也是出了全新的消音武器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次的更新。这个皮肤是有两个样式，还有一个是穿那个神奇女侠套装，然后带披风的那个皮肤。我们今天来试一下这个露背装，小斧子。神奇女侠她那个武器不是鞭子吗？我忘记了，她怎么变成斧子了？现在？哦，这个人机他有这个新出的消音步枪，他这一周好像都是消音周啊，好像所有的武器，也不是所有的武器，好像会有很多武器变成这种消音的。哎，前面有羊驼，我决定开车撞他。最后一秒钟干掉了他，后面来漏啊漏啊，兄弟，怎么不漏啊？漏呀，还漏啊？你不漏，我可就过去了。哦，兄弟，你不漏，我可就过来了呀。Jerry， 哇，只有90多滴血吗？伤害太低了吧？我记得正常的狙打身子不是有100多血吗？为什么这个消音的伤害好像低一点？舒服，手感还是不错的，这枪。有没有金色的消音枪让我爽一下？只有蓝色的，我想试一下紫色或者金色的，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啊，可惜。哦 ，Jerry。Oh no！ 哦 ，no， 差一点点就死了。
可惜啊，兄弟，还有一个 last one， 兄弟们，最后一关在哪儿？啊 ？What the？ 我这一颗一字血在底下。哦 ，Hello。哎呀，好惨的小瑞克。你在干嘛，兄弟？这有一个随机的技能，哇，什么呀？他为什么现在全是这个伪装枪啊？他不是随机的吗？随机盲盒吗？靠！人在打羊驼，哦 ，Oh my gosh！Oh my gosh！ 这个人有金丹，这个人，我的天哪！他这个变身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变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前面有人看到了。哎，哇 ，Oh my gosh！ 我的天哪，直接一枪头220，舒服。嗨，哇，这个人有金色的，兄弟，找不到最后一个人，不会在这里吧？我操，真在这里啊！我刚才打掉血了，兄弟，我刚才打到谁了？刚才他掉血了，什么情况？啊？
Dash。